家都听得懂。你不要以为现在的一些，我们只知道慈航，慈航就有办法让六七十岁的老太太听到佛经会微心的微笑。传道是要把很深的学问用很简单的话重在心里，不然那个叫什么？我当然是很轻松的叫你，我不能说这个难那个难，不要几千年来。哦、哇你台中的塞车塞在家了，赶快啊，你都没搞啊，对不对？其实就是这么轻松，但是这个练的过程不轻松，对不对？这样跟你讲就好，你以后知道了就是说我讲什么讲什么，你可以应验，你打出来东西都有这个东西。好啊，操多少钱。